嗨，我是田禾。那我今天去 Faber 买了，就是家用的新冠状病毒和抗原快筛剂。然后我们就来开箱给大家看它的使用方法。其实它这个还蛮贵的，一个要350，蛮贵的。对啊，350应该免费送比较好吧。然后它一起打开来，里面有一个袋子，就是给你装使用过的那个棉签，然后软签，它是像这样子的软软的软签，所以它其实不会感觉很痛，因为它很软，没有那么恐怖。然后还有那个就是它要放一体的，然后所以它是插在这边，它是插在这边。小罐子，然后里面有它的仪表，应该是药剂吧。说明书，它里面都会很明确的说明书，会教你怎么使用。它使用之前呢？建议先把双手洗干净，然后他会先教你把这个先撕开，撕开之后呢，然后装在罐装里，先把液体装在这个罐装里，然后再把鼻子清干净，鼻子清干净之后，然后取棉签，棉签取出来之后，尽量是从后面的地方取，不要从前面的地方开，然后。头要大概七十的角度，70度这样子，然后伸到2.5公分，不用到太里面，就大概到这个地方。然后两只鼻子不要弄到，然后1分钟，好，刚才已经先把手洗干净了，然后先把鼻子清干净。把这个清干净，清干净。先把这个搓走，然后把这个。放在里面，这个就是那个柿子，然后先把它放好。先打开，再给它充一下电吧，没有电了。就是放开了，让它先放着。这个就是有点像那种验孕棒的那个盒子，它就是这样，像那个验孕棒的盒子。然后先把它放旁边，准备好，然后把它剪开，剪开。先把这个袋子准备好，垃圾一样拿丢进去好了。
抽要很久，70度，然后伸进去鼻子，2.5公分，哦，很奇怪的感觉，有，五。拿出来，另外一只，一样，2.5公分，有，轻轻的，然后拿出来，哎呀，好，放进去。然后放一分钟，计时一分钟，就把它插着，静置一分钟，然后等它。哦，鼻子好痛，有点，也不会痛，就是有点奇怪的感觉。一分钟，让小青蛙计时一分钟。先把它挤，因为要把它再转个1、2、3、4，然后把它捏干净。有，还有啃吸的感觉。啊，干净。好，然后把这个丢到这个袋子里。然后盖起来，放起来之后呢，滴在那个圆洞里，滴三滴，一、二、三，好，然后一样等时间。放着等它，等15分钟，然后要等15分钟，让小青蛙进食5分钟。这边有写啊，如果是硒就是阴性，然后这个就是无效的反应，所以如果一个硒的话，红色就是阴性；如果是两条线的话呢，就是阳性，都要赶快打1922。15分钟咯，这是一种自我，就是保护，跟就有点像说，你可以提早说知道说，你如果生病的话，就赶快去就医。对，虽然还没有很严重哈，就是也很不错，可是我觉得有点贵，因为台湾卖350真的，应该来免费个5次，让居家自治自我快筛这样。对呀，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康平安度过这次疫情。然后我们在等它，它现在还是维持在阴性，
对，阴性，就代表你没有被感染哦耶。那如果是阳性的话呢，就会有两条线，对，两条线的话就要赶快去就医咯，不然的话你会传染给别人，这样就不好。他还在等，还在跑，还没有15分钟，竟然就是要等到满15分钟，因为15分钟就是他的基本的等的时间，15分钟。因为他如果说20分钟的话，他说可能就会比较不正确，他尽量都是在15分钟内，15分钟。然后记得要把那些把它装起来。所以自我检测的结果就是，还好我是健康宝宝，我没有被感染啊，所以口罩一定要戴好，要勤洗手，然后尽量不要就是非必要就不要到一些公共场所去。对，如果喜欢我的这支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哦。